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女王。一开始我要跟大家讲的是23000动起来。怎么说呢？你有没有发现哦？其实这个行情就是双 A 题材嘛。那我最近发现一件事，就是说，股价越来越贵呢。你安呢唔加买，它股票就一直涨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我把它定义就一句话：敢拼就会涨，敢拼就有机会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就像我左侧的，要拼才会赢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你们如果说你是每天看我节目，你应该知道我一直跟大家说。我说 GB200 供应链，对，除了鸿海之外，我最看好的就是嘉必奇。来，你看一下嘉必奇今天真的太厉害的，来欣赏一下，来今天怎样涨停板哦。好，那你有没有印象，我跟大家说嘉必奇是我的什么环达三，对，好，我们来验证一下哦，我几乎是天天讲，所以我说这个股票真的都没让我落亏。从我说什么台积电，对不对？台积电750到今天722，哇，又涨得每天往1000块靠近，对。所以说台积电没有让我丢脸。那除了台积电之外，鸿海也是哦。你看鸿海，你看198，是不是快200了？我多少在这边天天介绍，也是我们核心持股，来创高回撤。你看我买在哪里？140，对。我说它会比价广达，对。好，你看到今天，哇，离200越来越近了，有没有？这就我说的，哇，股票。越来越贵，要拼才有机会。好，来你看，我这一波天天跟大家说，我说来嘉必奇，我持续看好它，对，你看它是环达二，对，而且我说它是 GB200 供应链，我最看好的，好，我天天都说我们还续报，今天呢涨停了，所以我们获利了，往40%靠拢。好，那除了嘉必奇之外，还有什么来？你看这两天我跟大家说的利基，我的核心持股利基，对，好，你看我买在哪？我买在170第一次，对，好，那我第二次买在哪？买在这边190，我把这个小赔2块的股票，对，泰弱转强，转了之后呢，来你看昨天涨停，今天差一点涨停，对，你看哦，从190到现在这几天就获利了快20%。好，那除了利基之外，还有什么精彩？精彩也是我泰弱转强，对。好，你看，哇，今天最高179，我在什么时候买的呢？来，在这边开盘，对，146。好，你看精彩超强的，来，第一天买了现买现涨停。第二天昨天在涨停，那今天呢，对，持续涨，所以精彩三天，对，赚了多少，我算过了哈，价差一张33000，10张价差33万。那反而如果说好，我都这个不卖，对，好，我看了一下，没动，对，盘一还是没赔在这边，所以我说手上股票不动，损失的是机会成本。好，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什么讯息 KY，这是这个礼拜买的哈，讯星 KY 今天虽然小跌，但是呢，我买在这边，对，我创高回撤整理完，我买在哪里？我买在开盘177，对，买了之后当天现买现涨停，隔天再涨停，那因为呢，对。连续2根涨停，在这边稍微震荡一下，我可以接受哈。那我这个3天就获利了，也是25%，对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当然大家最关心，老师环达还续报吗？当然啊，环达现在是5分钟警示，对。但是我买的成本够低啊，我买在97，对。你看它一直撑在5日线上，它现在是。就是在被警示，我跟你说，警示过后还是持续上涨，所以买点很重要，对，买安全，买低吃诊断，这是我的风格，对。那精神科也一样啊，精神科也是买低，这都是不用成本的，因为获利100多%，不用成本了。来，你看，66，
对不对？好，到今天它现在都在160这边震荡，但我没关系，因为我66到现在我波段获利150%以上，所以根本就没有成本买低，对，很重要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大盘，因为这个大盘大家还是很关心，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说，我说指数哦，就算涨到30000点，你手上没有会涨一倍的股票也是没有用，对，所以指数参考好。而且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在说股票指数涨到哪有风险，其实现在最重要是什么，你手上没有会涨的股票那才恐怖呢。好，来我们先看一下大盘。好，你看哦，大盘今天的这个强势股在哪里？重电。好，你看阳华、九鼎电力，那你有没有印象？其实这个重电，好，阳华跟九鼎电力，我前几天就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这个你看一下哈，阳华还是今天涨停嘛，对不对？创高。那九鼎电力呢？它也是这个创高回撤整理完，对不对？今天持续的上涨，会挑战前高。好，那我前几天也跟大家，因为 AI 它是吃电怪兽，所以对电力来说是相当重要哈。当然这个也是主流股了哈。好，那它会持续上涨，我都不意外，因为他们都是五月营收创高。好，再来好集团股，鸿海集团。好，鸿海集团今天超强，那个你看哦，台阳它法说会完立刻涨停，对，所以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就像我一开头讲的，对，现在最大风险不是股票涨多少，而是你手上没有会涨的股票，这才恐怖。而且我昨天晚上研究的时候，我发现哇，怎么股票股价越来越贵呢？你越不敢买它越涨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现在哦，最重要的反而是你要找那个未来有潜力的，好，会涨一倍的，那把手上真的没有动的，我还是苦口婆心把它换掉哈。我这几天都示范给你看，是不是换股？对，换股之后资金才活用，而且才会快速累积一桶金。好，再来除了鸿海集团之外，联发科的达发，好，达发也是我们手上的股票嘛，好，这个清单你看达发哈，有没有？今天是不是这个它持续创高做 N 字型的突破？好，那达发其实它我讲真的，它也是最具有千金样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比价哈，高价股也在比价千金，所以这个达发它是最具千金样。当然，我们750放到现在，我也是不卖，因为它会比价这个千金股，所以我觉得它还有200块的空间呐。哈，好，再来双 A 题材哈，今天也很强嘛，对。那加必奇就是这一波我一直讲，就等一下再来详细解说。好，再来 GB200那个供应链有鸿海嘛，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其实我觉得下一波，好，接下来下个礼拜会涨的会是苹果。好，那苹果手机相关的除了 PA 之外还有折叠嘛，好，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把资金哦，如果说你想要太多转强，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选择。好，再来你看昨天嘛，好，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低于预期，对，这个我就讲过，好，低于预期代表什么？大家又开始想，今年哦，联准会不会降息？那我一直跟大家讲，其实降息就会资金就会它会有那个资金的动能，那资金的动能呢，会把股市再堆叠上去。好，那美国最重要，它11月有选举，好，那美股会涨，台股也一样会涨。好，再来哈，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电力哈。如果电力激增，电费上涨，这代表什么？通膨呢？好，那东西代表什么？东西变贵。好，那东西变贵，股票也会变贵。所以我说，现在最大风险反而不是你天天在纠结的是啊，老师股那个台股涨到23000、23000，我跟你讲，涨到30000。你手上都没有会飙的股票才是最大的风险。好，再来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老师，我现在手上股票明明很多啊，我手上股票30档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几天来找我太多转强，我一看都是30档以上，然后呢30档股票，对，但问题来了，这30档会不会替你创造出
下一波翻倍资金翻倍的机会？假设不会，我建议就像我示范给大家看，用于汰弱转强，这才是正确的哈。因为有时候你不能跟股票产生感情，或是舍不得。舍不得又能如何？对，我们来股票市场就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就是要投机。投机就是第一个，我用最少的资金，我去换取最大的报酬。对，所以说呢，现在最重要的哈，我跟大家讲，指数涨到两万五、三万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荷包有没有增加，我的股票会不会涨？哎，对不起，我讲话是比较实在一点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呢就是很实际。你跟我讲一大堆天方夜谭都没有用，我就是要实际。我来股票市场，我实际是什么？让我赚钱。对，好来。所以说呢，手上股票没有赚钱的，把它集中汰弱转强，重压，重压到哪一档资金快速翻倍？那我几乎问题来了，老师，你说资金快速翻倍，哪一个类股可以让我资金快速翻倍？第一个，瓶盖。再来 IC 设计，好，这都是我接下来也是我带我家族朋友我们进去布局的。好，那时间关系不讲大盘，因为我觉得大盘我每天在讲，几乎都是事先预告、事后验证。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，我们把它聚焦，好，聚焦什么？我要买什么股票才能让我资金快速翻倍？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加必奇。好，加必奇我几乎是天天说，当然哈，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对加必奇的印象就是有一点色彩，但是我之前我记得我跟大家说，我说我们不要用任何的色彩来看它哈。其实我投资股票，我在股票市场带我会员，我都跟会员说机械化操作，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不带情感，就是这样子，该走就走，它转弱就走，没机会就走，把资金换到快速，对不对？有这个快速可以让我们短期间换这个获利30%、40%的股票，这才是王道哈。来，你看这个，当时我怎么说？我说它是第三朵花。它会让我什么数倍翻标兵嘛？对，我说，因为它切入什么辉达嘛 ，GB200， 我说我最看好它，而且它往来都是大厂，什么美超维啦、微软、Meta， 对。好，再来，我怕大家有色彩，我会跟大家说，它毛利率攀升呢，它而且它 EPS 比去年增加131%，对。好，再来。好，我也跟大家 GB200， 对，好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散热的部分它水冷的案子已经完成验证了嘛，对。好，再来，好，你看它这个它今天说它已经北美的四大云端供应商都是它的客户，它订单看到明年，你看多恐怖。对，这个是今天的报纸，但是我之前在介绍的时候来，我跟大家说，你看 Meta 这个都北美这个大户都是他的客户，对，再来 Tesla， 对，好，来，你看这个是昨天，对，外资主力投信都在吃货当中，昨天已经来到177.5了呢。我在什么时候介入？我143哎，对，好来，这个都是之前跟大家讲营收，你看它第一季它毛利有没有？你看哇哇搞刚嘞，来有没有？这它营收再来，好，我们看一下。我跟大家说，我怕大家觉得它有色彩，我说你看它是成长股哎，这个是它每年 EPS 都在成长，对，好来，你看数倍翻标兵，我是不是都买在开盘？当我决定好，我就带我会员下手，对，看好就立刻下单。好，买了之后呢，来就抱着嘛，对，好，它开始涨停的时候，我没有因为它第一根涨停就走，对，好来。在持续上涨，对，你看它是每天都持续上涨。我是来跟大家说 GB200 供应链，我最看好它。对，当143到 169.5 已经获利 20%， 我还不走，因为最看好代表它最有机会，怎么可能赚 20% 就走，对。好，来，你看它震荡，它有跌到165还是续报嘛，对。好，再来，你看它143到174，我获利22%，我还是不走嘛，对。当有一天它143到187.5涨停嘛，我还是没走，32%了，32%还不走，对。好，那你看今天它公开说法说会完，说它订单看到明年，吓死人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我早就知道，我就
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哈，因为大咖都是他的客户嘛哈，所以你看他今天你看到报纸来不及了，当你看到报纸写出来来不及了，因为看到报纸今天涨停195，但是呢，我什么时候介绍？我在他创高回测整理完第一时间就介绍给大家。你看，在5月22有没有创高回测？我在这边呢、欸。这边143就介绍，对，我说你看整理完出量我就介绍，对，好，来你看我们就直接快速，你看到今天，对，有一天破五日线没被洗掉，今天涨停，我们已经获利了多少？获利了快40%。好，那除了加币期之外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就是今天的这个利基。今天利基真的是太强了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当时我在等它涨停。好，我在等它涨停，要发讯息给我们会员。它最高来到223，它差0.5就涨停哎、欸，但我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说，其实我反而不喜欢我的股票哦，每天飙涨停，那这样一下就被警示，像什么，对，像这个金城科哦，它刚刚那涨停马上警示，超难操作的，环达也是啊。对，买了之后每天涨停，现在警示超难做的，倒不如像利基慢慢涨，慢慢涨，对。让我一次看到涨到300，对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有时候就是说，我觉得啦哈，我常常来，你看，我常常跟我这个家族成员说，我说哈，或许哈，它很慢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我们多久买？我170买一次，新会员190布局一次，对。好，那我当时也是把手上赔2块的股票停损啊，我也会停损，我不是神啊，每次进去都涨停板。好，我停损换利基190，对，你看，至少一张赚3万，10张就赚30万了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跟我们家族成员说，我们就是说要赚大赔小哈，不要怕停损。我们要资金很这个资金要做最有效率的运用嘛哈，好，来，时间的关系哈，我们就先看哈，你看这个昨天我跟大家讲是昨天它是这个涨停嘛哈，但没有收涨停，好，它今天又差0.5涨停，但我觉得我很满意，我不喜欢涨停哈，好，来。你看哦，我154放到现在获利46%，170放到现在32%，好，190我把赔2块的股票换，对，你看哦，3天就获利20%，对，好，来你看昨天，昨天你看主力有没有买1000多，外资买，投信买，对，哇，这200多了才买，但我们是买在哪？我买在190，我最近，好，前天我买在这边190，对，有水哦，当然嘛水。买了之后来，对不对？持续上涨。好，再来，我有看营收，因为它开始赚钱了，对。好，来，你看，这就我说的，好，你看我买在创高回撤170，对。好，买了之后，第二次资金有效率运用190，对，把赔钱2块股票卖掉换这个赚更多。你看哦，有时候真的把赔一点点，你不要舍不得，你就是不要舍不得，你停损。换股赚更多，好，来你看，我今天还特地上节目，我做了这张，好，来你看，我这个礼拜哈，我带我家族成员，我讲真的，我60万变成70万5，对不对？这也是天天电视讲，好，你看，当股价，我今天有感而发，股价对快直奔23000，但是呢，现在问题来了，哎，每一档股票都变贵了，鸿海变快200块，加币期变快200块。台积电变快1000块，哎、欸，怎么买？所以就是说，我们趁现在你要赶快买 IC 设计，未来有机会的，敢拼才会赢。来，你看，我这个礼拜我换股嘛，我精彩，对我147买，对我到179，我一张赚32000，对32%。好，讯信 KY， 我177买。到220，一张赚43000，25%。利基，对，我刚算给大家看的，我赔2块换利基，对，赚3万16%。所以这个礼拜操作3次，赚105000。好，好，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哈。我要先跟大家讲，如果说趁现在你想要跟上我们太弱转强，趁这个来6月万来专案广告的时候，赶快打电话进来。那下一个阶段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下个礼拜机会在哪，我准备好了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。
姐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标股端上桌，送您大礼包。韵达投顾梅妮老师，六月旺来专案，六月旺来专案，马上来电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梅妮老师，女王精选标股，青城科118%，环达110%，泰硕31%，环达二31%，环达三22%。六月即将推出更强的猛将股，赶快跟上！传真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标股端上桌，送您大礼包。韵达投顾梅妮老师，六月旺来专案，六月旺来专案，马上来电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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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。我不要得肠病毒，玩具面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。我不要得肠病毒，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娃娃，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。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，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。勤洗手，照顾卫生，肠病毒远离我。好，欢迎回来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真的这一波看我的这个 Light， 我跟你说都赚钱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哦，6月11号我怎么说？好，我们先跳过苹果的哈。你看电力股我讲什么？来，九鼎电力4588，你看126对不对？6月11在这边。我算过100多、100块附近，是不是？再来，我们看这边哈。阳华3622，6月11在这边，是不是今天创高？好，那这个你第一次看我节目，你会想说，老师，那我要怎么样加入你的 Light？ 来，右边有个 QR code， 你只要扫我这个 QR code， 每天10点第一时间都会接到我写对强势股的看法以及后市的看法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刚刚说下个礼拜机会在哪里？来，在生化家品 A。好，我昨天发现一件非常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机会的这个类股，因为我发现哇，他们整理2年半哎，再来你看法人外资全部都进来了。好，来你看，我们举例来说，我用稳茂来看哈，举例了哈。你看稳茂，它前5个月它年增46%，对，而且哈，它也这个像苹果对要出这个那个 AI 手机嘛，所以呢会大量用 WiFi 7哦。你看这个利基跟 WiFi 7相关的都在涨。好，再来你看稳茂它已经突破下降趋势线。好，那整个生化家的周 MACD 跟翻红，对，好，那你看稳茂是不是也是周 MACD 跟翻红？再来外资默默的买已经24%，对，好，再来你看它整理2年半，对，所以我刚讲哦，机会很多，只要你敢拼就有机会，就会赢。好，最后我跟大家讲的是，来集中火力拼一档好，会喷涨的股票，其实你的资金才能快速的翻倍。好，那有人跟我讲了啦，老师，我5月份错过了，你金城科66到147翻涨140%，我错过了；环达97到207，我错过了；对，嘉必起143到195，获利快40%，我错过了。现在6月份你要把握，你看我6月份60万，这个礼拜变70万。对，
获利63%，现在来标股端上桌，对，错过没关系，你要把握下个礼拜来。趁好六月旺来专案的大礼包，赶快打电话进来，我帮你汰弱转强，跟上我们再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获利66%的脚步，来打电话喽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是你老婆，你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真会冲动，会抢。宝利达蛮牛，金包银，空流水。标股端上桌，送您大礼包。利达投顾梅妮老师，六月旺来专案，六月旺来专案，马上来电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现代的股美女老师，女王精选标股，清晨科118%，环达118%，泰硕31%，环达二31%，环达三22%。六月即将推出更强的猛将股，赶快跟上！刷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标股端上桌，送您大礼包。利达投顾梅妮老师，六月旺来专案，六月旺来专案，马上来电02-2781-0909，2781。